预言提过会有六位生化战士英雄降临，一齐经历岛上各种难关险境，找出生化面具，然后解封各自的力量。你话丛林保卫者穿越茂盛的森林，阳光强烈的普哈图，石族保卫者正挑战极限跨越大漠沙丘，高巴卡冰族保卫者面对严寒暴风雪攀越冰川。我头先唔系善春。水族保卫者加尼利用佢最拿手嘅水路前进，同一时间土族保卫者欧胡亚以钢铁之爪破石而行。丹胡，火族保卫者，你而家已经非常之接近奥高岛最大嘅火山。虽然你已经好接近目标，但系考验终未曾完嘅，呢个只系开始。丹胡，你要记住，喺影子神殿里面有好多比你想象之中更加强嘅敌人。你要勇敢，要坚强，更加要忠于你嘅使命。